流传 APP， 保证让你觉得很好用。现在让我听下去，星光哥好手在这里，拉库火球保持攻击，也是捞秘技。全民防小三，需要小三听得清。全民来烤肉 ，What the fish HD， Let's go to， 疯狂旋转着你 ，Cosmic Fantasy， Beast Parker Actor， 龙角五攻击你，风神大魔子小妖破金眼睛闪避，霸武三国小家厨我都在这里，金武少年教训你，地球达人今天也来封节庆耶。再来欢迎下一位，下一位是马吉大哥王立成。Yo， 我是马吉大哥王立成。OK， 我是王立成，台湾第一超人，被我介绍到的，一定绝非普通人。Made World 累了，可以来去甜点天堂。如果英文很嫩，可以学学英文单字王。台湾游让你玩到投降 ，Follow me， 美美旅游四方通行台湾地方。蓝沙白又老的运动会，先玩整个早上。Around table， 举入空气运动风跑整个操场 ，IQQY 输入输入法，一个心灵可以帮你到沙冈，夜市一二三玩整个晚上，记得去那魔幻派对瞧瞧梦幻女郎，爆爆发罐子地热火篮球也能玩得很强，当军 hunter， fast low HD 我最赞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耶、yeah ，谢谢嘞，谢谢 Max 大哥，谢谢 H 级星光大学。会有哪些奖项？会有哪些游戏入围呢？没人知道。但是虽然有点呆，但他也不至于自己来讲。所以，他请到的这一位是金曲歌王黄立行。大家好，我是金曲歌王黄立行。现在开始，先来一点炒热气氛的东西。老师 ，one two three go。现在开始要正式开始介绍哪一些游戏入围了。首先第一个是《当军 Hunter》这个游戏，我还是说中文好了。《当军 Hunter》这个游戏呢，最主要是个 RPG 游戏，然后呢，你可以化身成里面的英雄人物，打败坏皇后，保证可以让你玩到脱离身体，放开自己。OK， 下一款游戏《Let's Go to》。平常如果你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，没有钱，可以去打小怪。故事来说，你讲一个简单的介绍。平时我是非常喜欢旅游的，所以我拿出我的手机要查一些旅游资讯，我就会使用 IQQY 注音输入法这个软体。边岸还会有哆来咪的声音，哆来咪哆来。OK， 好，哆来咪的声音之外呢，最特别的就是我要查这个台湾又这个软体要怎么查呢？我当然要把它切换成英文，我才可以查到台湾又。所以我要把它切换成英文模式之后，我索性就把英文字母倒过来背 ，Z Y X W B U T S R Q B O M O K H I J G F E D C B A， 我背这干嘛？其实没有什么意义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我又开始查到台湾又之后，必须搭配四方通行台湾订房才可以订得到房间，搭配美美旅游才可以查到所有旅游的资讯。所以我点进去想要查台湾小事，于是我查到了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耳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蛇，那个是满汉全席，我查错了。好的，最后呢，就是要用这个 Beast Packer 这个 iFact 这个产品呢，才可以把小甜甜拍成林志玲。总而言之，什么样的产品才可以入围年？